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22面，522面，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念老在注解里面说，右章全是唐译经文啊，这个三行经文完全是从《大宝积经》《无量寿会》里面记录下来的，魏唐演义，魏是康僧铠的一本。三国时代的叫曹魏，那么这两个译本呢，视为同一梵本啊，这个梵文原本呢好像是同一本，但此段呢唐译经文系统分明，文复一身呢原身为一啊，在翻译比较上来说呢，唐译的这一段比魏译译得好。魏译则分散于本品首尾两处啊，这于上辈之前云，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其苦，即得往生。但佛于下辈文中云：其有至心于生彼国，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乃至生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苦。若闻身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予中辈者也。啊，这是魏译跟唐译啊，做一个比较了，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完全是唐译的，两种一比较我们就晓得唐译的本又简单又清楚啊，这就是翻译的殊胜之处。我们先看念老的这个注子啊，他引用魏译上辈之前呢有这么几句话：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
欢喜。住有就是指六道众生啊，六道叫三有啊，欲界有，就他有欲界的因果，有色界有，有无色界有。啊，这叫三有。有因当然就有果，果就是六道轮回。法界里面因果是真的，我们在一起学习大乘经教，这个问题讲得很多，也讲得很透彻。因果从什么时候起呢？佛告诉我们，宇宙的缘起啊，这个缘起只有大乘经上讲得清楚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学术信息都比不上啊大乘经教。大乘经教可以用唐朝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来做例子啊，这一篇用现在的话来说论文啊，贤首过世这一篇论文文字不长，义理非常的深广，总共有六段，前面三段呢就是讲宇宙万法生命跟我从哪里来的啊，宇宙万法生命是属于医报，我是正报啊。经教里面讲这个医正，我们一定要知道，正是讲自己，自己之外的全叫医报啊，医报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上至诸佛菩萨，下至地狱众生，这是我们人世上的医报，就是说我们的人世环境啊，都是我的医报。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虚空法界也是我的医报。医报跟正报同时起来的啊，怎么起来的呢？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个一念不觉了，没有因，是什么原因一念不觉了没有因啊，所以佛称这个叫无始无明啊，这个就是一念的摄照啊。大乘教上常讲啊，照见啊，照见是智慧啊，摄照照摄掉了，实在就是迷了。这一迷，妄心就出现了，从真心里面出现了个妄心。这个妄心真的就是造物主啊，就是阿赖耶出现了啊，阿赖耶里面有三细相，这个可以说是自然现象，也能讲因果现象啊。所以第一个，这一念不觉没有因，没有前因
虚妄的，根是虚妄啊。阿赖耶出现之后，宇宙就出现了。宇宙是阿赖耶的现象。阿赖耶有三细相，这佛经上说的。这三细相都是属于自然现象，没有人为意识在里头，叫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一变成阿赖耶就叫有为法了。第一个是无为法，第二念就是有为法。第一念是因，第二念是果。第二念是因，第三念是果。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第一念没有因，第一念是他的因。你看，因果从这儿开始啊，因果还在宇宙发生之前呢，这怎么没有因果呢？所以大乘教里面用6个字总括一切法，这6个字就是性相。性在哲学里面讲是本体，相则是现象，现象是从体里头变现出来的。阿赖耶的业相，今天科学家所讲的能量，能量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佛知道。能量是从自性里面来的，自性虽然什么都不是，但是它有能量。他有智慧，他有德能。就像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能是德能，万德万能。这万不是数字，是赞叹无量的德能啊，不止万德万能啊，有无量的相好啊。我们看天上的相好，佛国的相好，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相好，通通都是我们自性里的本有的。用现在的话说，我们本有的智慧相好，现在被埋在烦恼妄念之中，它透不出来，它不起作用。不是没有，有，它有障碍，这障碍去掉之后啊，它就统统发现了，它就起作用了。三种障碍就是三种烦恼，佛说得清楚啊。第一个叫无明烦恼，它是最深的一层，最不容易断。无明，用我们浅显的话来说，糊涂。没智慧呀，愚痴啊，糊涂啊！十法界的众生，个个都糊涂，都没有智慧。
啊，这烦恼盖住了。第二种烦恼，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比如烦恼多，这是妄想，妄想太多了，妄念纷飞呀。啊，第三种就很粗很重，叫见思烦恼。你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不了解。啊，你想全是错误的。你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没有一样是对的。全错了啊。啊，这三种烦恼通通具足，这就是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能够把见思烦恼断掉，六道就没有了。所以六道不是真的，从心想生。啊，什么心想？错误的心想。啊，产生这个幻想，这个幻想是果啊，你想错了是因啊。啊，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在华严经称之为执着。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什么都要执着。执着成了一个习惯了，啊，经上听了不少年，听懂了，知道执着，可是起心动念还是执着。这是什么？习气，习气又变成现行，啊，变成眼前的造作，这就是众生。堕落在轮回里头，为什么出不了轮回的真正的原因呢？啊，我们可以不执着吗？真的可以。啊，我们同学当中，现在我们看到胡晓林在练习不执着。啊，山珍海味吃，大便也吃，这变成不执着啊。啊，不执着的人啊，心就平等了，平等就升级了，啊，平等心现前菩萨了。他在哪里？他在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的上面两层，下面两层是不执着，上面两层是不分别。啊，上面是菩萨佛，啊，下面是声闻缘觉，也就是我们讲的下面两个是小乘，上面两个是大乘，他升级了。啊，虽然他平等心现前了，没分别了。他还起心动念，这个难了。起心动念叫无始无明，什么时候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有起心动念就有，没起心动念就没有。那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没有了。你到哪里去了？你到一真法界去了。啊，一真法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里面的居民，个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也就是我们中国大乘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住在这个里头都是大彻大悟，都是明心见性。
啊，《华严经》称他们为化身菩萨，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设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叫相似即佛。啊，一真法界里面的菩萨是真佛，比设法界高。那为什么不称他佛，称他做菩萨呢？因为他们还有一尊佛在。啊，那一尊佛是他们的老师。啊，那一尊佛是真佛示现的。啊，我们称他为化身佛。啊，化身如来啊！啊，41个等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40个，还有个等觉啊，41位化身大士居报土啊，他们住的是报土啊，一真法界。就是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现象都永恒不变。啊，人不衰老，啊，不生病，永远健康，永远快乐。啊，时间多久呢？就寿命多长呢？三大阿僧祇劫，真正是无量寿啊！那三大阿僧祇劫之后，那又是什么个现象？给诸位说，十报图不见了，啊，就十报图没有了。这我们就体会到了，十报图的存在，无明烦恼断了，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所以十报图啊，是无始无明烦恼习气变成的啊，习气没有了，这个境界就不见了。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下头没有说十报图除外，没有讲证，那意思就是十报图也包含在其中啊。最后一个那是真的了，不生不灭，那什么常寂光图啊，十报图不见了啊，现前就是常寂光，常寂光是真如本性啊，完全回归到自性。啊，自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缺，它妙就妙在此地。啊，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没有物质，它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这是说什么都没有啊？为什么它什么都不缺呢？它能信。它能现物质现象，能现精神现象，能现自然现象，它什么都缺啊，它能现设法界一真庄严，它能现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国土啊，无量无边的一真庄严，它能现。这个道理太重要了啊，这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这世界上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啊，《大乘经》里头有，
比现在科学哲学还要高明。啊，他真正通达明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啊，一丝毫迷惑都没有啊！这个地位叫佛陀。啊，你能证入这个境界，你就成佛了。啊，那么佛陀教育，终极的目标就是希望你能够证得这个境界。现在我们读大乘经，听说，啊，我们知道有这回事情。我们对这份事情也有几分了解，但是没有证得。啊，证得就成佛了。证得的秘诀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放下。放下就证得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放下了，就成佛了。六祖慧能大师在忍和尚的方丈时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彻底放下了，放下就证得了。这一桩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好几次，我的印象很深。佛法至难行易啊，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那真难啊。啊，你要真干，想证得究竟的果位也很容易啊，放下就是啊。啊，这桩事情一定要真干。在哪里干呢？在生活当中干，特别是人事环境。啊，会修行的人了不起啊！会修行的人，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他的大道场。啊，为什么呢？没有境界你修什么啊？在生活当中就修行，修什么呢？不再挑挑拣拣了，就修这个，把分别执着丢掉啊，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修什么呢？修我们自己习惯里面呢，合意识的很好，不合意识的就不好，这是毛病啊。啊，什么毛病啊？分别执着。啊，合自己意识的就好。不合自己意思就不好，自己意思也没标准，今年喜欢这个，明年喜欢那个，它不是永恒的 啊你看现在啊，男女两个人好了结婚了，过了两天的时候离婚了，会变的，不是真的，是假的。过去因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啊，还有个标准，啊，所谓呀，不管怎么变还不离谱啊。那距离标准不太远了，现在标准没有了，古圣先贤的标准都被人否定了，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乱套了。啊，乱套得的果报是什么？六道里头只有一道，地狱道。
啊，有标准才有六道，没有标准只有地狱道，除地狱道没第二道。你说多可怕？啊，现在讲无信，啊，人无爱，他不爱自己，他怎么会爱别人？啊，因为他不爱自己，说对他父母不爱，对他兄弟姐妹不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地狱罪业。啊，《地藏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不学佛的人那没法子，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你要真学，你就得真干。啊，学佛的人多，假的多，真的少。啊，真的多就好了。假学佛不是真学佛。啊，名利现前，他还是放不下。这是，这都考验你。啊，高名厚利摆在面前，佛法忘掉了。所以他不是真的。啊，什么东西重要呢？佛菩萨知道，学佛重要。啊，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有一次老师举个比喻。你是真学佛，是假学佛？啊，你在讲堂听经，听得很欢喜。突然有个人来告诉你，你家里都失火了，你怎么样？心慌意乱，赶快回去救火去了。你还是家重要，佛不重要。如果真的知道听佛法重要的时候，我正在听佛法，火随他上去，别理他，那是真的。100个学佛当中，一个找不到啊！啊，每一个人什么东西重要？身家性命最重要。怎么能入佛境界？不但不能入佛境界，这个佛经的意思没听懂啊！啊，真听懂了，他的想法看法跟世间人不一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诸大菩萨为求一句偈，啊，能够舍生命啊！你听一座经，家里房子烧掉你还舍不得，那你跟菩萨比差远。啊，这就是什么呢？真假轻重不能分别，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家房屋财产是假的，身是假的，你留恋这个干什么？啊，我们今天遇到佛法里头第一真实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能缺库吗？舍命我也不肯缺口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起入境界，往生才有把握
啊，往生就是成佛。啊，所以六道众生，什么最可贵呀？佛给我们是最可贵的，知道的人太少了。境界虽是现前，还是被境界转。啊，这样的人绝对大多数。啊，我也是这样的人啊。我如何能保住不被境界转呢？战战兢兢啊！外面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啊！真能持戒，真能吃苦，我愿意我这一辈子吃苦，我到极乐世界就不吃苦了。我这一辈子要是忍不过啊，我还想享受六道轮回的苦，就有的受啊。这个事实摆在面前，你都看清楚啊！你不看清楚，吃亏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啊！你在卧道受苦，谁都不能代替你。啊，唯一的一个办法，天天不离开阿弥陀佛，天天不离开经教。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别的执着都放下，对于经教，对于阿弥陀佛，决定要支持。啊，要执着，要保持。我们这一生就得度了啊，现前生活随他去吧，有的吃就吃，有的穿就穿，没得吃没得穿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决定不分别执着，决定不起心动念，心是定。大乘教里佛常说，佛度有缘人。啊，有缘人是什么？他真心，他真发愿，真干，这是有缘人。啊，一般讲老实、听话、真干。啊，那不老实的人呢？随他去吧。学多少算多少，不要放在心上，你就很自在，就很快乐。啊，果然有时节因缘，他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会成就。啊，佛菩萨都不着急，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度自己，成就自己要摆在第一，帮助别人是第二，要把帮助别人当作第一，自己这一生不能得度，还搞轮回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啊，多少人在这一生有修有学啊，与众生有缘啊，广度众生，自己没能完成，做的多少好事啊，到天道去了啊！天道有佛在那里教化啊，欲界天有佛菩萨是讲经教学，色界天也有，无色界天没有。啊，那是一个
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世界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人享福啊，现在人受罪啊，享福能舍得掉吗？啊，能真肯干，把通通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比我们现在还困难。谚语所说的“富贵学道难”啊，啊，他舍不得离开富贵呀，啊，所以他比我们困难了。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状况，现在我们的生活非常满意啊。啊，我们这叫小康之家，衣食不缺，没什么福相，但也没有很重的罪受，这小康之家了。这是修学最理想的环境啊。啊，我们的大雄宝殿，我们的佛堂，只有小柜子，那够了啊！诸佛菩萨通通在里面与理相应，与性相应，与法界相应。啊，这个我们都必须要他把它认识清楚。啊，所以这些众生，闻其名号，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西方世界弥陀的号啊，信心欢喜，听到之后真相信，真生欢喜心。乃至一念至心回向，这个里面重要的是一念，一念就是一心，一心是真心啊，二念是妄心啊，叫三心二意啊，一念是真心啊，啊，一念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一念，这叫一心。啊，至心回向，至心就真心。啊，一念到极处了。啊，把自己所修习的啊断恶的善根，修善的善根，绝不图世间的福报，不要。要什么呢？要求生西方净土。啊，回向极乐世界。我为谁修的？我为了求往生而修的。这就对了。我为了求见阿弥陀佛，求清净阿弥陀佛而修的，这对了。啊，还有一个回向，回向众生，不为我自己，我为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而修的，这都是好的，不为自己。啊，愿生极国，极得往生。康生凯的本子里头，这样几句经文。
但佛于下辈文中呢，又有这几句话，也是这个唯一的唯一本啊，唯一本在中国流通量很大。我们早年学《无量寿经》都学这个本子，岂有智心啊，余生必过。啊，这就是前面讲的，一念智心回向啊，愿生彼国。假使不能做诸功德，或者是没有能力，啊，做功德要有智慧，要有能力，还要有财富。啊，还要有机缘，少一个条件都做不成功。啊，四个条件具足，这个事情才能成就。叫众缘和合而成就的。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要做的。啊，在这个世界。啊，可是怎么样？缘不具足啊！做不成功啊！四种缘都具足，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地区众生要没有福报，他就有障碍，就有阻挠，啊，让你事情做不成功。啊，那不能做诸功德呢？当发无上菩提之心，这个很重要。一想转念，好啊，这是别人阻挠不了的。啊，为什么这一桩事情是靠自己的缘，不靠外头缘？靠外缘难呐。这话你靠自己，求自己不求人呐！啊，无上菩提心，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要记很多，就记偶一大师的，印光大师赞叹的就好。对西方极乐世界真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真想去，真愿意去。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我真想去啊，真愿意去啊！啊，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寿命无量，你健康长寿啊！你对身体不要操心了。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你看，第一个好处，你真是无量的福报啊！寿命是福报里的第一福报啊。第二个是天天听经啊，无量智慧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修福修慧。佛慧双修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法子啊！啊，我这个每天四个小时在这个世界上不错了，在极乐世界差远了。一天24个小时，你才4个小时学习经教，其他20个小时在打妄想，怎么能跟人相比？啊，西方极乐世界佛讲经不中断，大众听经不中断，
一直讲下去啊，没有昼夜啊，诸位要晓得，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它是光明世界啊，每一个人生都放光啊，佛也放光，菩萨也放光，我们去往生的时候，神也放光啊，不但放光，而且能放各种不同颜色的光，妙极了啊，放光表法，放光也是说法啊，你要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放光就说法了啊，你看你走马路，红灯一亮，放光了，放红光，哎，你就不能走了，他不是说法吗？啊，黄光一放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了。啊，走的人准备停，停的人准备走，绿光一放了，通行了，他也放光嘛。啊，西方极乐世界光色多，啊，表法也多。它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消习气，帮助你开悟，帮助你证果。光也说法，身也说法，树木花草说法，啊，鸟说法，啊，六尘说法了，说法没间断。啊，通通都会说法，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啊，自然的，没有设施，没有人去管他。你想听什么，他就跟你说什么，妙不可言。啊，无论你喜欢哪一种经教，哪一个法门，啊，哪一部经论，到西方极乐世界，佛跟你说，菩萨跟你说，花草树木通通跟你说，你能不开悟吗？你能不成佛吗？你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不要去？啊，经上讲得很好，十方诸佛世界都不能跟阿弥陀佛相比。啊，他那个地方就这两种长处，一个寿命永恒，又不需要饮食。啊，这饮食吃饭多麻烦呐！啊，他不要睡眠。永远精神饱满啊！第二个就是佛说法，我们去闻法学习，一分一秒都不中断，一直到你成佛。哎，你成佛之后，你不听法了，你就开始说法了。你有又有一大批菩萨围绕着你跟你学习，那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吧？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在那里传法，你们得了法之后啊，也像阿弥陀佛一样传授给别人。啊，辗转相传，无穷无尽呐。啊，若闻圣法，欢喜心要啊，不生疑虑。啊，这个圣法，甚深之法，就是这一句名号，能帮助你往生，能帮助你成佛。
这个法太深了。我们是从隋唐这些大德那一边得到一点信息，体会到名号深意。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这些祖师大德不是凡人呐，开山的祖师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曾经在一起研究讨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一部经是第一经最重要的？这一部经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找第一了找到了，真找到了，不是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些祖师大德们公认，都承认，所以华严称为根本法门。我学佛，方东来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他说这部经是佛经哲学概论，包罗万象佛法里面十个宗派的思想都在里面我对这部经就生欢喜心常常想在心里头想学但是没有人讲，连注解的人都没有只有两个注解，一个是清凉大师的，一个是李长哲的李长哲的后论，清凉大师的素抄清凉以后再没有人了。清凉是唐朝时候的人，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300多年。当年我在台中，我得到这一部素抄现装本40本，背起来好高当时我带到2套，我送一套给李老师，我们有8个同学联名祈请，请老师讲华严经，希望把老师留住让他在世间多住几年经不讲完总不好意思走嘛他接受了。开讲的时候我到台中去听，我听他讲第一卷，这第一卷听完之后，这华严经我就会讲了。
啊，他在台中讲，我在台北讲。啊，我讲的进度比他快，我一个星期讲三次，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所以我很快就超过他了。啊，那个时候年轻，喜欢大经大论，不认识净土。啊，对净土相当陌生呐、啊！啊，老师是净土宗，印光大师的传人。啊，他把净土介绍给我，啊，送我印光大师文钞。那个时候，60年前了，只有四册，啊，印光大师在这个台湾流通的，正篇2册，续篇2册，啊，现在全集出来了，真难得了，啊，我们那是只看到前面2个部分，啊，老师要我学印光法师。我把文钞读了一遍，很认真，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对经宗的有了基础的认识，啊，不再排斥，不再反对了，相信了。但是这些经教啊，放不下了，这习气放不下了，啊，还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经教上，啊，一直到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了，啊，第一次讲《华严经》，我们什么设备都没有，连个录音都没有，啊，所以第二次讲的时候，不但有录音啊，有录像啊，啊，我们有录音呢、啊，啊，还在电视台播放，这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我想这都是三宝为身加持，啊，语言成熟了，啊，但是在第一次讲《华严经》之后了，真的回归到净土了。发现《华严经》最后是归净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华严最后归极乐世界。啊，我在台中学经教，大经学的是楞严经，在楞严经里面发现25圆通章，最后是归到观音师智，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大家知道，这是净土法门啊。法华经也是归净土。啊，我这个才真正了解，无量寿经确确实实是如来在世，普度众生的第一经呢，我才看到啊。然后听人家讲，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彭吉清说的。啊，乾隆年间的大德，通宗通教啊，贤密圆融啊，这在家的大居士啊。
《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这个本子引用的很多，我们相信了。这个念头一转，我就把《华严经》停了，不讲了，《华严经》太长了，我就发现。 专讲《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讲了10遍了。我想我一生就讲《无量寿经》，其他的都不讲了。那第二次讲《华严》，这也是个特殊的因缘。在台湾有一位开心法师，已经往生了。当年在世。 每一次碰到我，都劝我讲《华严经》。他年岁比我大，叫老法师。告诉我，这是净空法师，你要不讲啊，恐怕以后没人讲了。第二次呢，在北京。 我去拜访黄念老，念老劝我讲《华严经》，也是这个意思。这部经在佛法上非常重要啊！彭吉谦居士说，《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经》啊。 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啊，这三部经内容广略不一样，里面的宗趣完全相同。黄念老请我讲，第三次是韩馆长，他在往生前2天，很恳切地要求。 我安慰他，我说可以，我说希望你病好了之后，没有想到他往生了，98年。 我在新加坡，居士林李牧云居士，请我讲，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谈起来了，他很高兴，代表这三位，他证实了其情，所以《华严经》就在新加坡开讲，也讲了10几年。 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多少呢？大概1/5。全经要讲下来，我估计要20000个小时，经太长了。 真的没有人学了，听说要这么长的时间都把人吓到了。你说这部《无量寿经》，我预计今年10月底可以讲完，总共要讲1200到1300小时，大课程。 全世界大学里都所没有的。我这次在澳洲，南昆大的校长，跟这个格里菲斯大学校长来看我，问我这个最近的状况，我就向他们说。
说明我讲的两部大经。啊，他们听到都感觉到非常惊讶。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一门课程。啊，佛法确实大学问呐，必须要让学术界承认，要让科学家承认，啊，才能在社会上发扬光大。啊，不再是说佛教是迷信了。佛教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科学偏重在物质现象的研究，物质的范围不大，啊，而且没有办法探究到彻底，啊，所以科学就有局限性，啊，他没有办法做得圆满，啊，哲学也有哲学的困难，啊，原因在哪里呢？佛经讲得很清楚，原因是他用的是妄心，啊，就是用分别心、执着心，啊，起心动念。这个不能解析。佛法的高明是把这些障碍排除，啊，不用这个东西，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自然就明白了。啊，这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人，他们不明白。啊，方老师是个哲学家，他的语言殊胜呢，遇到佛法了，深入经藏了，他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所以才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说出这句话来，很不容易。如果没有契入境界，这句话说不出来。啊，他也真的受用。啊，我从哪里看出来呢？1977年。香港这边一位法师一位居士两个人在台湾听我讲经，听了一个星期非常欢喜，邀请我到香港来讲经，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我来之前去看方老师，方老师有病得了癌症，啊，谈笑风生的，一点没有那个带病的感触啊，他满不在乎啊。我在香港将近4个月。我回到台湾，他往生第三天，啊，我回来送他，啊，这个什么，把生死看破了，放下了。
没有恐惧啊，不像别人一说自己有病就吓到了，他没有，若无其事。啊，最后这一段看到他对佛学的修养，他的受用。底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欢喜心要着不生疑惑。这一句话很重要。今天我们看到欢喜心要的人有，不生疑惑的人太难了。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对菩萨都能造成严重障碍，何况凡夫？所以，凡夫学佛断疑，比什么都重要。啊，用什么方法断疑呢？听经，世尊49年教学，可以说80%是帮助一般众生的断疑生信，是为这个。啊，另外20%，那是对于高层次的这个众生，大心凡夫。啊，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众生，帮助他们提升境界。所以佛讲经的意趣，我们要能体会到。真正做到不生疑惑呢，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啊，那换一句话说，一般诸大臣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的品位是跟上中下三辈呀，下辈平等。这个说法非常有理由。啊，这是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一段讲的不是专修净土的，是修其他法门。有缘听到净土的书生将他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统统得生。显示出阿弥陀佛心量广大了，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分别之处。啊，对于这一类的人呢，只取一个标准，心净则佛土净。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只要修到清净心先前，通通可以往生。啊，所以84000法门，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行。啊，那现在我们要问，修学其他宗教的，
啊，基督教徒能不能往生？伊斯兰教能不能往生？肯定能。啊，为什么呢？只要你真修。啊，你真修着，真修你就有真善。你心地就清净了，纯净纯善。啊，听说西方极乐世界不错，很好。啊，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呢，一定也能得生。啊，不一定要专修净土才能往生，好像不是修净土就不能往生，错了，不修净土通通能往生。所以经文第一句，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什么叫大乘？最简单的解释，心量大的就是大乘，心量小的就是小乘。能包容的是大乘，不能包容的就是小乘。你就明白了。啊，拓开心量就是大乘。唐朝海东云小寺，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啊，云小寺是韩国人。唐朝时候到中国来留学，啊，他根据康僧铠的本子，啊，做了注解，这个注解叫《无量寿经宗要》，啊，他在这个里面说：“下辈之力，说而众人。”二种人中呢，各有三句。他这个下品之类，是把这一段经跟下辈合在一起。啊，在我们这个本子把它分开了，啊，分作四段。啊，魏本的时候，它是分三段，就是上中下。三辈，啊，下辈里面有两段，啊，所以他说，这个下辈里头有两种人，各有三句，叫粗人三者，啊，这就是下辈的三品。下辈上品，下辈中品，下辈下品。第一，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名真言。啊，往生的真言呐，是发菩提心呐。啊，因为净土是大乘，心量小的人决定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
这个决定是大乘，心量大，能包容。啊，第二呢，乃至生念呢，专念必复，这就是一项专念。啊，这是住满业，正因是引业，引导你到极乐世界。啊，专心念佛呢，这是帮助你的满业，满业是你到极乐世界之后。一切圆满成就，啊，也就是说，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啊，像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能够到这个世间来投胎，投这个人胎，这是因业。过去生中无界的业，无界的人生啊，啊，中品十善的人生啊，在中国呢，五伦五常的人生啊，这是个标准啊。可是我们都得人身，我们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地位不一样，啊，富贵不一样，啊，这叫满业，啊，引导你投胎的是引业。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和人与人不一样，叫满业不相同啊！啊，满业怎么修的呢？佛法里面说，过去生中喜欢修财布施，你这一生财用不缺乏，修得多得得多，修得少得得少，所以算命讲啊，有财库啊！啊，你财库是满满的，那你过去世生中啊，修财布施比较多。这一生当中，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都赚钱。命里有啊！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你的财库空空的。无论做什么事业，你都赔本，都不赚钱，命里注定的，这个要相信啊！啊，命里注定的，能不能改呢？能改，要你自己改，别人没法子改，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了凡四训》这本书，读了很多人了，这读世间人啊。这本书教你什么？教你改造命运啊！我没有财富，我也想得财富，这里头有道理，如理如法的去求。有求必应，你要不懂道理，你去求啊，那就坏了。不但求不到，你造业了，你要受恶报，你错了啊！所以命里有的绝对有，丢都丢不了；命里没有的求不来。啊，你要懂得道理，道理就是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
佛在经上叫我们修这三种布施，啊，那么你的财用、智慧、健康、长寿，你都得到了。啊，我这个人呢，要从命相上来讲，很可怜的。啊，营业的人生没错，满业是既贫又贱。啊，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是什么命呢？要饭的命。我们中国人叫花子，啊，叫花子要饭的命，啊，这么个命啊！我很清楚啊，啊，寿命又很短，寿命只有45岁。很多人告诉我，我相信，我不忌讳。啊，因为我自己想的，我家里头，我的祖父45岁过世的，啊，我有个伯父，也是45岁过世的，我父亲也是45岁过世的，人家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一点都不疑惑。啊，我26岁遇到佛法，我明白了。啊，我父亲受的那个报，我亲眼看到了。以后读地藏经，跟地藏经讲的一模一样，完全接受了。啊，父亲是个好人，喜欢打猎呀。没杀人，杀畜生，杀很多啊！啊，我小时候跟他在一起，他打猎的时候，我跟他一起。那个时候我有十七八岁了。啊，我也打了3年猎。学佛之后感到害怕了。啊，想到父亲那个报应。啊，所以我学佛之后有机会统统放生了，忏悔。啊，我一学佛6个月明白了，我就素食了，不再吃众生肉了，吃素60年了。啊，我做了做事情3桩事情。人家供养我的钱，不做3桩事情，跟印光大师学印经布施，这是第一桩大事，几乎所有的钱都这样用掉了。啊，第二个呢，放生；第三个，布施医药。啊，医院里面。我捐医药费给他，这个医药费专门给贫穷人，没有钱买医药。啊，我就做这三桩。啊，我不要盖道场，一生没道场。我也不收徒弟，徒弟不好教啊，不好管。啊，教不好，管不好，收徒弟造业。啊，这都是跟印光法师学的。啊，印祖教导我们现在的人，建道场别建大，建小茅棚。大家在一起共修，不要超过20人，生活简单，2、3位护法就能维持。不操心啊，不要去化缘了，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心在道上。啊，能不被外面境界转？道场大了，人多了，
很热闹，倒没有了，啊，恐怕自己往生不了。祖师的话呢，都是真话，都是为我们好的。啊，我们读了这些书，看了他的遗教，啊，懂得他的意思，他不骗人，他不害人。啊，今天什么最重要？清净心最重要。明了事实真相最重要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你就晓得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只有这一条我们可以做得到，其他的任何法门好，不能说不好，做不到。这个法门可以做得到啊，这个法门我们能修得成功啊。善导大师说的，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万修万人去的法门啊，所以一向专念是助满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智慧神通道力向好通通现前，又何况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可思议。三者愿生彼国，此愿前行，何祸为因？是名不定行人也。啊，第三个真想到极乐世界，啊，真的求往生。这个愿跟前面一向专念合起来。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啊，那么这一类往生的人跟中辈上辈不一样，中辈上辈是定性的，他心无二念，换一句话说，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就是念佛往生。除念佛往生之外，什么事跟我不相关？那叫定性啊，这是不定性，不定性也能往生。下面说第二种人，他也有三句啊。第二种人呢，就是这一段经文上所讲的啊，闻甚深法了，欢喜心要，他也修行，他不是修净土，他修其他法门，或者是信仰其他宗教，心地善良，心地厚道啊，这样的人啊，是个有道德、有良心、善良的人啊。那么他听到了这个法门啊，听到净土法门，听到念佛往生这个事情，听了欢喜，能相信，也喜欢，这个要是喜欢。这有善根啊，虽然这一生他没有专修啊，他有善根啊。
此句艰险发心正言，但亦与前人举其深信也。他对这个法深信，对于念佛深信啊，这跟前面人不一样。前面人是当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是艰险发心正因，因为他修的别的法门啊，也发心求生净土啊。二者呢，乃至一念念于彼佛，是助难业，未显前人无生信心，必须生念。啊，这个人呢，有生信心，未必具足生念，不需要生念也行，也能往生。一念、二念、三念都可以。问题在哪里？深信心。所以这个信字太重要了，凡是出了问题的都在信心。信心太难太难了。啊，李老师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还不是说的信心吗？啊，你在这听讲，听讲经，讲堂听讲经，家里有人来报告你家房子烧掉了，这个时候考验考验你的信心。你对佛真有信心，把佛看作是人生第一桩大事，房子家里烧掉是小事啊，你还是专心在这听经，专心听经会开悟啊！啊，一听说家里起火了，赶快慌慌张回去了，说明你没有信心。你在这听心听经的时候，心都不转，有没有听懂呢？没听懂，专一才能听懂啊！不专一，虽听没懂啊。听见的人很多啊，真正听懂的人可不多啊。啊，一百个人未必有一个听真听懂啊。从什么地方看呢？听懂的人真干，他没有真干，可以说他没听。下面黄念老有个注解，切按原小思之说，乃专居位矣。这是对的。为什么呢？这个会记本原小思没见过啊，他看到的本子是康森凯的翻译本。啊，若就本经呢，在一念得生，群因获得一念净心也。啊，这个一念得生呢，关键就在这一句：清净心。我们讲，你是用真心念佛了，不是妄想。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这个心里头没有疑惑，没有杂念，就是真心。啊，如果有疑惑，有杂念，就不能成就相应。
啊，佛是念了，但是跟佛不相应。什么叫跟佛不相应？跟你的自信不相应，跟你的真心不相应。弥陀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它跟真心相应。一念净心是真心，净心一念也是真心。所以这个重要的，从一心中念佛一生，你看看，顿即，顿就是立刻。啊，我们讲马上就与阿弥陀佛本愿相应，这句话重要。啊，跟阿弥陀佛通了。故临终即得往生，原因在此地。啊，三者呢，以至诚心愿生彼国，此愿前行，何何为因？此就菩萨种性人也，他不是不定性的。这个人我们就是世间好人，有道德的人，有智慧的人啊，一生怎么样呢？没有缘分接触到净土，老了病了快要命终时才接触，能不能往生呢？难，只要他这些条件具备就难。啊，一接触到他就相信，啊，他就肯念，就真想去，所以一念都能生。啊，这是不是真正修净土？修其他的法门，学其他的宗教。但他真的是善人，真的是好人。啊，不是说，只是修净宗、修大乘的人用真心，修其他的有没有真心呢？有，不是没有。无论修哪个宗派，无论学什么宗教，只要用真心学，通通管用。你临终听到这个法门，回向求生净土，个个都能得生。啊，这才是净土宗的伟大处啊！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无所不容。你看。造作无逆十恶罪业的人，只要你肯回头，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真的是既往不咎啊！只要忏悔，只要回头是岸。啊，阿弥陀佛平等对待，一视同仁，这真了不起啊！啊，我们多了之后要把它学到。啊，学到什么？在我们周边的环境，有毁谤我们的人，有羞辱我的人，有陷害我的人，我怎么样对他？跟阿弥陀佛一样，既往不咎。他继续伤害我，也不追究，一切都随顺。
啊，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那你就错了。啊，为什么？他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过去生中我这样对待他，今天呢碰在一起，他来对待我，那正好不就爆掉了吗？欢欢喜喜接受啊。啊，报了，这不账了了，好事不是坏事啊。另外一种呢，他糊涂，他迷惑颠倒，他业障很重啊，他造作的恶业，原谅他啊，他没人教他，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做错事情了，原谅他，别计较啊，好好的对待他，慢慢等他回头再帮助他，这就对了啊。所以善因善缘我们遇到了，不生贪念啊。逆境恶缘遇到了，不生嗔恚啊。这都是好练功夫的地方啊，都是恩人了 啊， 顺境善缘叫我们在练习不贪啊，没有贪念啊，逆境恶缘训练我们不起嗔恚，不吃不嗔，没有这么多境界你怎么修啊？你怎么会知道你功夫提升呢？不知道啊，就天天在考验呢，天天通过，天天欢喜啊，考试都及格了啊！善人恶人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成不了佛，我也往生不了啊！所以这些人不但没有怨恨呢，我们总是存报恩的心啊，他真的帮助我，帮助我提升了，帮助我觉悟了，帮助我不再造业了啊，帮助我坚定信心，坚定求往生的这个意念啊。所以这是菩萨种性人也，正是唐仪中诸大乘者啊。这个诸大乘者意思非常广大啊，不是说在佛门修大乘当中，不是的啊，一切时一切处里面，你见到心量大的，有慈悲心的，能包容的，都是大乘。盖原小思维下辈中有两种人，一者呢发菩提心，十念甚好，愿生彼国，二得往生，是不定心人；二者呢闻法深信，乃至一念愿生彼国，二得往生，是菩萨种性人啊。原小思时以明察，位于下辈文中啊，品类不起啊，他看出来了啊。试问，闻甚深法，欢喜心要不生疑惑，如是殊胜智慧呀，应是何人境界？这不是普通人呐、啊。故圆小思明之为菩萨行人，既是菩萨心，菩萨种性，复能生深信，其心念佛，以至诚心呢，愿生其国，实不应现于下辈也。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啊！
啊，他不一定是下辈，可能是中辈，可能是上辈。啊，这个前面说的很多。啊，所以对一切人不可以轻视，一定要恭敬，啊，一定要欢喜，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